那这次我们就点火吧，袅袅的炊烟让他看到是吧，他不就过来了吗？这飞机咋爬上去了？他都没过来呀，我的天哪。 Hello everybody， 我是 Lewis。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游戏叫做拯救小姐姐，想必这个就是我们要救的人了吧。瞅着淡黄的长发，蓬松的眼袋，一看就是个外国人啊。我们话不多说啊，开始救他。一共有两种选择，是选剪刀呢还是打火机呢？我觉得吧，这个剪刀他要是有早逃出去了是吧，我们肯定是选打火机了。来烧一烧，绳子就那么断了。大哥，你脸是抹了油吗？哈哈，我可能搞错了，所以还是选这个剪刀吧。你看看，哇，咔嚓两下子，我不会把手剪没了吧？还好，就两个选项嘛，不是打火机就是剪刀，是吧？小姐姐得救了。下一关，还在这房间呢？这个门还开不了是吗？光剪绳还没用。又有两个选项，木棒和这个斧子，当然是斧子了，直接把门给劈开。Here is Johnny。逃出去了，下一关。来了个新的房间，这地上怎么会有个洞啊？我哪知道呢，这是，那可能是豆腐渣工程塌方了吧。泼一桶水不至于吧，我的哥那肯定是搭个木板子了是吧。机子，走过去了。大姐，你为啥会要在这儿停顿一下呢？那岂不是只有那个桶啊？那就选桶吧，虽然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水啊。那是水哦，填满之后游过去是吗？哎呀，真是聪明啊！这是水泥呀，不是？等会儿，前面好像是窗户吧？可能是电梯啊！我还以为它会摔下去呢，这是，吓我一跳！这什么？一只独角兽在看电视？这是绑匪是吗？他就套了个头套，这眼睛也是没谁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遥控器和这个箱子。那我如果选遥控器会怎么样？我试试看啊。就把这电视关了，这不作死吧？这不是，看来只能选那个箱子了是吧。箱子能干啥呢？把自己打包成快递嘛，然后他把我寄出去。我是合金装备吗？躲这箱子里就出去了，就是那个 snake。 终于逃出来了，好大的雨啊。不是，你都逃出来还管雨干啥，直接跑呗。打伞，树底下打伞会被雷劈吗？我就试一下，应该不会被雷劈吧。我来了吧，你就是针对我这雷，比我靠的树你不劈我是吧？咋的，我姓毕呀？叫毕雷针，我真的是。那选雨衣吧。雨衣开心了是吧？我逃了，溜溜球。小姐姐得救了。我是不是就这么逃完了呢？他咋又追上来了？不是，大哥，你不是在看电视吗？怎么就追过来了呢？是沙发堵门还是这个凳子堵门呢？那肯定沙发了，我傻吗？有个大的不堵，我真的是。这个房间好诡异啊，哪黑了？这明明是绿好吗？太绿了。撬棍和手电筒，如果说是黑的话，那肯定是手电筒呢。那撬棍有什么用呢？我试试看。不是，你真的叫避雷针吗？为什么总会被电呢？那就选手电筒吧。这回亮了是吧。怎么有只恶狗在前面？是给它鸡腿呢还是给尖叫鸡呢？那当然是，如果给尖叫鸡会怎么样呢？会把它吓跑吧呢？它叼住了，咬碎了吧。我懂了，就是选那种看起来比较正常的就完事了是吧。所以说我们就给它一块肉吃。吃我不吃肉啊，不是，吃肉不吃我啊。你看这屁颠屁颠的跑了。哇，又成功通关。这又到哪儿了？一艘游轮。不是，大姐，逃着逃着咋就偷渡了呢？这是，这游轮还着火了。不是，你是死神之女吗？到哪儿灾难就在哪儿。怎么还多了个选项啊？但是这个选项好像不能选，要看广告的是吗？话说这是个啥呀？吸尘器吗？不是，吸尘器吸烟，我的妈。可能是要通通风是吧？拿这个电风扇，一吹。这火怎么越吹越大了呢？这说明这个方法是不行啊，原理来源于生火。这次我们就选这个马步，包住嘴往前走，行不行？好，赶紧跑过去。不对呀，刚刚我在这站这么久都没被熏死的吧？对烟免疫是吗？我吸烟女。smoke girl。这怎么又黑了呢？那肯定是拿手电筒是吧？
给火柴那么一下燃了吗？这是，又逃了。哎，这又是个什么船舱？哦，安全出口。那怎么出去呢？你是傻吗？这是纸上面了好吗？火箭背包是这个说法吗？哎呀，头撞了。好，我们就选梯子吧，往上爬。哎，这么一下上去，不是，那不是也有个板吗？啊，怎么没撞头呢？这是。哎呦，还来个新的皮肤，一个发型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发型好难看的，不要了。这船是沉了吗？看那边，但是我掰了块木板逃出来了。哎呦，太冷了，这可咋办呢？啊，打伞肯定是不是的，是吧？你一会儿又被劈了，这是。雷神之锤，我想用这个啊，还不行，那只有帐篷了，是吧？嗯，来搭个帐篷啊，有帐篷了，哈哈，怎么样，舒服吧？啊，但是也没吃的呀，这是。我。被我说对了，接下来就要吃的了。哎，话说这个海怎么红了呀？红海，不至于吧？等会儿，海王三叉戟。哎，我是海王了。哎，呀，插了一只鱼吃，这是生吃了。哎，味道不错哟。鲨鱼来了，你再插下呗。啊，有鲨鱼，插它来嘛。哎，等会儿，鸡腿和这个鱼枪，那当然是鱼枪了，射死它。我。被鲨鱼顺走了，这啊，那就用火腿诱惑他一波吧。哎嘿，我那么一丢，哎，话说我这个船怎么顺这个鲨鱼飘过去了？有个小岛，哇，这真是个小岛，就一个椰子树感觉，我天！所以我要荒岛求生了吗？果真是的啊！我要个椰子喝水是吗？哦，一把手枪啊，不能用，不能用。那就用这个毛吧，哎，插下来一个，哦。我怎么查了个野人呢？我这个荒岛上居然有野人。那就用棒子锤吧，是吧？拿个小木棒。哎，话说我是从哪薅出来个木棒的呢？啊，我这奇了怪了，还有个吸管，又从哪来的呢？这是，神奇！哇，这个野人怎么比他还大呀？等会儿，你要干什么啊？他说的完全听不懂啊！那就给他一个棒棒糖堵住他的嘴。没想到野人喜欢吃棒棒糖。哦，那给他罐头会怎么样呢？哦，这么小个飞机吗？可能是远处是吧？哎，过来，怎么不过来呢？点个火还是？哦，莫非是信号弹？好，我就用这个信号弹，啾！看见我了，我把我的救援炸了。那这次我们就点火吧。那，袅袅的炊烟让他看到是吧？哎，他不就过来了吗？这飞机。咋爬上去了？他都没过来呀！我的天哪，无中生有。嗯，那我又要到哪去了呢？脏笔上面写着僵尸森林吗？这里有点古怪呀，伸出来三个眼睛。我想想看啊，是点个灯看看他们呢，还是用这个收音机给他们放段音乐呢？那用收音机吧。难不成就会出来跳舞啊？这是蝙蝠啊，这蒙对了。好，接着往前走。那是什么？脏逼来了。等会儿啊，既然是僵尸的话，看得越远，那不是狼人吗？那就用手电筒照他一下吧。啊哈，这什么情况？他就过来了。哎，完了，我的脑子要被吃了。那我们这次就用月圆。啊哈，来，这个月亮圆了。我是狼人，我这他怎么会是狼人呢？我的天。哎，我要偷偷溜过去。我怎么总觉得是拿这个电锯把它砍了呢？我试试看啊，来砍下去，不要留，完全拿不起来。那你变狼人的时候还挺有力的呀，感觉，那真的是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假扮成脏笔，哎，我就这么蒙混过关了，快跑，溜溜桥，成功得救呀，我居然还没逃出这个僵尸森林呢，哎，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古堡的院子里，有一颗魔豆和手枪，那当然是手枪了，直接梆梆两下。玩具枪啊，为什么我会带这玩意呢？真是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哈，那这回我们就选魔豆，难不成就可以爬上天了呢？躲在藤蔓之上啊。来吧，丢出去，长出一个。是个豌豆射手，你在逗我吗？还有两个，什么情况？哎，还穷追不舍了还？这个蓄电池。我懂了，是要把他们两个电死是吧？哎，水导电来啊，滋他们一波，滋，瞬间电晕了，哎，没电死啊？那还跑要紧哈？这有什么情况？哎，有个阳台，
哦，这还不是个古堡啊，是个居民楼是吗？我现在可以用油和图钉。他咋会怕图钉呢？这是又不怕疼。嗯，当然油了。哦，哎，直接滑倒 ，nice。我又安全了，哎，跑到这个房子，怎么感觉这房子不安全呢？哇，哎，反正就得救了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先到这里吧。生活往往比游戏更有趣，毕竟在这世上有个被称之为你的奇迹。我们下期见 ，Enjoy your life。